芙蓉蹄筋。这肯定不好，你看得见吗？啊，看得见吗？这个蹄筋呢是水花的，这个天湿啊，它卖不掉会臭，它在水里会加福尔马林甲醛，那这个东西最好不要买。要吃蹄筋呢，就买的新鲜的，到卖牛肉摊上新鲜的蹄筋，不进卤或者酱。蹄筋有猪、牛、羊、鹿之分，猪蹄筋为多，鹿蹄筋为贵，牛蹄筋粗大，羊蹄筋细小。这回抽好了啊。这里边配的是火腿，火腿熟的啊，我这火腿已经蒸过了。你要是没蒸的，咱们就看我煮一下或蒸一下的煮吧。一定要熟这个火腿，火腿颜色不好看，不红。撒点鸡蛋，番茄，姜块，把芙蓉蹄筋弄好。第二个椒盐开条。